刘峰老师您好，李老师好，幸会幸会。我相信我们这次的对话能够或许能够成为经典，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经典都来自于不同的时空的对话。那我们这次能够谈跟您谈到六祖坛经，也希望您能够从更高的维度、多维的角度，然后或者是科学的维度来做一个深入的阐述啊。我想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我们即兴的一个碰撞，是吧？那么形成一个这个科学语境和六祖坛经智慧的一个关联，是啊，也是可以帮助很多在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啊，我们中国这个一本佛经，中国唯一的一本这个被称之为佛经的经典，是这个一个汉人所流传下来的佛经，对，是太好。那我们就一开始，我们想先从六祖坛经的三大尊贵价值来做一个深入的剖析一下。OK， 首先呢，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金刚经》跟《心经》的一个维度。《金刚经》它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长诗，很长的32分嘛。然后《心经》呢是非常优美的短诗，但是《六祖坛经》呢，它是《金刚经》跟《心经》的白话版。也是你刚才所说的，是所有的汉传佛教里面唯一汉人留下来的。一部汉人写的经典，对，佛教经典，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是超过1000年以上的，而且它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是这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大价值。OK， 再者我想六祖坛经的第二大价值呢，它本身它的核心的宗旨就是自信清净，因为在六祖坛经的一开篇它就讲了16个字，这16个字是整个经典的核心。我在研读经典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西方的圣经也好，或者是我们东方的先天智慧的经典当中，大部分的经典一开始它会在第一章就破题，例如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六祖坛经一开始就破题了，就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所以它是一个核心的宗旨，这个核心宗旨有点像一个数学题的概念哈，零一跟一零的差别，零一前面加无限的零，它是无限的小；一零后面加无限的零，它是无限的大。一是根本，所以呢，它的自性清净是整个六祖坛经的核心宗旨。然而，很重要的重点在这里是，也跟您做共勉一些，想跟你多多请教一下，六祖坛经的核心，它自性清净的同时，它是佛法在世间，同时不离世间觉。所以它真正的修行应该是在家修行、出世修行，它都能够一体适用的。然而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它是用一个现代的术语来看，它是一个最快开启内在智慧、清净本来面目，就是你说的本质的具足的，对，修行版的百度百科，这是我的第二个对它一个很深刻的理解。OK，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然而关键就在这里，是因为它能够透过更好的禅定、更好的定慧双修，进而能够在商业的竞争当中啊。就像乔布斯啊，包括有很多的商业领袖，他们都很有很好的向内观的能力，所以他们能够做到如如不动，所以他本身我认为六祖坛经能够掌握到的话，它里面的精髓，它可以在商业的竞争，包括领导管理，包括在禅创的当中，它能够掌握到用尾灯照亮对手前行的道路的一个自尊密码，这是我对六祖坛经的这三点的理解。开场就这么精彩。首先说到这个关于经典《金刚经》和那个《心经》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经啊用科学的语境来解读的话呢，啊，经文实际是高维能量在三维空间的投影，是啊。那么高维智慧呢？那么从《金刚经》和《心经》表达的智慧来讲，它是一个达到了 N 维 N 趋于无穷大的无相的境界，是啊。所以它从最高境界投影到这个时空里边来，它所形成的这个引导啊，是让人彻悟的。他讲到的是这个智慧的究竟啊，这一块很多人在讲《金刚经》和《心经》的时候呢，啊，对他的这种不断的能够这个破相，而且让人达到这种啊觉醒圆满的境界哈，是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六祖坛经呢，恰好就像您刚才描述的哈，他把这两个东西给融合，是，而且又是用这个中文一个完整的、完美的表达，是。啊，所以这我觉得第一点啊，您一下说到了这个六祖坛经它的一个时空地位哈，是、啊。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条，您说到这个自性清净的这一块儿啊，确实啊，您讲到了很重要，就是它的破题一开始其实把本质最重要的要点都说到了，是。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菩提自性哈？这个其实呢，菩提自性我们在用科学原理来解读它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生命其实它内在是具足圆满一切智慧的。是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把这个宇宙空间的一切存在都用正弦能量波来描述的时候、啊、是是是，那任何一个波它是遍布整个宇宙空间的。是。那也就是任何一个空间质点所有能量波都会通过它。是是啊，所以这一个任何一个质点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啊，这是宇宙全息律。哦，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初定的时候说，原来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哇，所以这就一开始讲的这个菩提自性指的是这个。是啊，它本自清净，实际它无染的，它没有任何的中间的这个执念，中间的分别。是啊，所以它没有这种东西的这个染着的时候，它是清净通透的。是啊，所以呢，这个呢，但用此心，因为这是内在的，因为外在的东西是投影的像，是啊，内在是投影源啊，用这个内在的投影源呢，它是直接可以达到无上正觉，就知了成佛，是 是, 是啊，所以您这啊，所以这个一开始就把这个究竟啊，这宇宙空间存在的究竟啊，这个说到最核心的是啊，那么后来您讲到的这个，它在我们现实中，这个六祖坛经在现实中的这个用。在定和慧这个方面啊，它实际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真正的放下我们的有限认知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在高维是丰盛无比的啊，在那里面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啊，当我们真正能够不断的放下遮挡在我们眼前和我们意识之中的这种有限认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任意下载啊空间中的任何智慧的，是啊，所以它可以在我们现实中来指导现实啊，就是智慧的指导。所以乔布斯的成就也在于他能够真正进入内在，啊，他超时空的能够观到啊这个时空的整个全貌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啊，当然了，他可能是阶段性的碎片式的看到了一点点，他就可以创造苹果这样的奇迹了，啊，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能够全然的在那个状态之中，那实际上他对整个空间的一切啊是了了分明的，啊，所以在那个就达到恩维的时候。啊，它是照见啊，它是从上往下是照见，这也是我们整个东方智慧的精髓，啊，是从高维往下，是啊，那么不是从只是从三维一点点往上，啊，只有高维引领低维啊，才是符合这个宇宙能量的本质，也就是投影源决定投影的像，啊，哇，所以这个坛经，它在我们现实中，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活动和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中，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的意义啊，其实它可以引导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智慧去关联，而且不断进入内在更高的境界啊，所以它也是一个既有顿法的这个特征，又有渐修的这个过程。是啊，所以坛经把这两部分，我觉得说得特别的啊，在您刚才表达这几点，已经把它给啊概括性的说到了啊。是，刘老师，你一讲让我想到，因为就像莫扎特，或者呢他在晚间散步的时候。他就突然接触到所有的全息的一些音乐的概念，对，然后花两周的时间再把慢慢把写下来，嗯嗯，这让我想到，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六祖坛经的自性清净的背后，有点像道德经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嗯，无为把自己变成一个通透的管道，嗯，能够真正回归到自性的宝座，对，我相信没有做不到的事，是，他有更好的一个高维的概念，对，也换句话说啊，用高能量去带动低能量，对。高能量去包含低能量，对。同时我们，而且六祖坛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是一个顿悟的概念，是对吗？对。当然，当时的六祖坛经有南圆北秀，就是南是六祖慧能，北是神秀，是。然后有南顿北渐，对，就是一个顿教一个渐修的渐教的概念。对。那六祖坛经最大的价值，我认为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那时候神秀呢，它是强调从妄心入手去渐修，是。然而。这个六祖慧能呢，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要顿悟。对，这个顿悟他必须有更好的，能够扫除一切的妄念。对，所以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必经之路啊，经典经典，这个必经之路也代表是地球的主轴。嗯，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这样讲的时候，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嗯，谢谢。那我觉得禅宗的修行，嗯，禅宗从佛祖传到拈花一笑的这个家业大家业，到最后的第三十三代主，嗯，六祖慧能。其实禅宗整个下来，它有很重要的三个维度。嗯，第一个维度呢，它是有更好的见地。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经典要讲闻思修，很多的佛法的经典强调闻思修，要听闻，要去思考，要去修行。对。然而，甚至从妄心去慢慢的渐修。对。要常常时时勤拂拭。对。不过六祖慧能直接破题，他的见地很核心。嗯。
就是直接直了成佛，嗯，但用直性直了成佛，对对对，它是直接回到你的真心，就是道场，对，所以同时一个宗教的形成，我常讲宗教是宗旨加教义，对，它有宗旨跟教义，对，那禅宗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对，跟它的教育的见地，就是它是直指人心的，对，所以第一个维度是见地很重要，对，因为这个见地会决定我们走了多远，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更好的基础，因为六祖坛经也提到了，有些人可能读六祖坛经会发现啊，这个好像好深哦，对，讲得很玄，我真的能够做到吗？对，我相信我的内在的神性就是。我的内在肉身里面的神性其实就是与佛具足的吗？对，有时候会有些迷茫，对，所以这个基础呢还是要有一个，听完之后呢我们要加以能够去了解自己的根气，嗯，善加能够运用，对对，就是道德经所说的善善落水，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去有一个基础上的一个选择，了解，当然有人可以从渐修开始，有人可以从一个顿悟开始， 对，然后我觉得两者合一可能会更好，对，可能有很多的见悟达到一个顿悟，是之后再有更多的见悟达到一个更大的顿悟，对 对。再者禅宗修行还很重视就是所谓的名师啊，为什么呢？因为到底有没有开悟，在六祖坛经里面就有，嗯，就有跑去问六祖慧能说，他来印证我到底开悟了没有，对，我的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是，所以呢就像这个很重要接引者的概念，我常讲，就是一个好的觉者，他必须能够承接一个很好的理论体系跟众生的一个桥梁。对，所以这个名师的价值，他必须能够呈现出来。所以禅宗的修行，我认为它有很重要的这三个维度：见地、基础跟名师。嗯嗯，啊，这个太棒了。这个李老师把这个禅宗的这个三个层面啊，我把它理解成三个层次的这个概念啊，就是从这个三个角度。首先这个见地上我是这么看哈，就说如果没有一个这个法理上通透的见地的话哈，就说可能在这个修正过程之中啊容易偏掉了啊，是啊，所以它这个见地里面的核心啊是这个就是直了成佛的这个概念，是，其实呢我从对所有不同的宗教法门的修炼，人生修炼里面我得到的这个启迪，它的见地的核心啊，就是所有修炼最后修的都是禅，啊，因为禅的本质叫离一切相，是啊。我在解释这个禅这个字的时候，你看它是一个视线的视，一个单一的单，是，它是视线单一的宇宙空间能量状态。哇哦，只有 n 为 n 趋于无穷大才是单一的，是啊，这而且它要跟零为合一，它才是单一的，是。所以这个渐修是不断的去趋向于这个单一的境界啊，这是个渐修。那顿法呢，是直接直指那个最核心的那个零为。啊，在那儿跟恩维是一体化的啊，所以这两个它是像您说的这个，它是一个整体，但是在见地上啊，没有这个见地，它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它必须树立起这样的见地啊，而且这个见地就像刚才最初说的这个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知了成佛啊，这种见地是对自性的一种全然的认同、全然的接纳和在生命中的一个验证。那么第二，您讲到的基础啊，这个我也记得六祖坛经里面这个六祖大师专门说过，就说他讲的法是给上根器的人讲的，是吧？就是上根器的人都不见得听得懂啊，确实这样，因为到了顿法这个阶段，他已经接近了登顶的这个智慧层次的时候，他容易啊真正知道他到底讲的是怎么回事。是，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人被不同层次的认知所障碍，是啊，我们执着在不同层次的认知系统上。也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这种中间层次的杂染，是啊，所以呢，这个顿法呢，实际是让我们回归内在，是啊，因为真正的这个顿法也是要顿悟内在圆满自性的，是啊，所以他让他习惯性的进入内在以后，是，当破掉了有形的这个表面的刚强的这个三维认知以后，他再往里走，向不同层次往里走的时候，他的速度就会很快，啊，因为人的这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三维认知。啊，就相当于我要推这个桌子，是我用的最大的力，啊，是克服它最大静摩擦力推动它一瞬间的力，我一旦把它推动了，就不需要这么大力了。嗯哼，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禅宗里面这个用到这个高维这个概念，实际也是让我们破掉这个三维认知的障碍。但是这种强悍的三维认知障碍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启动顿修的这个能量智慧。啊，所以必须得达到一定的，就是您说的这有一定的基础的，啊，这块儿，啊，另外就是这个名师，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其实，
名师在验证这个人他修炼到了什么境界啊。但是有另外一个概念，我是这么想哈，因为我们一切的外在都是内在投影的像啊，其实每一个个体他看到的名师是他自己所达到境界的一个投影，是他是通过名师来验证了自己内在已经达到了什么境界啊，其实他没达到一个境界他也遇不到名师，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名师的存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名师是他这个主观投影出来的啊，就是说他没有修到那个境界，即使名师站在他面前他也不认识。的确你看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你看这个六祖在最初的阶段他的智慧一般人他看不出来的，你知道吧？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人没有修到那个境界，他即使他写出了那个偈子很多人也看不懂，是是吧？但是明白的人一眼就看得明白，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师的这个，它是一个内外相应的这么一个呈现，是啊。但我非常认同这三个维度，就是这三个次第啊，或者三个层次。是，那我听你在讲的时候有个感悟，就是或许换个维度来看，真正的名师是你内在的觉知。当你有更好的觉知的时候，对，你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师父，是。同时你可以遇到不一样的名师，是。所以，同时呢，这个基础我觉得打下还是蛮重要的。是。虽然顿教是对上上根器人来说的，对。那如果今天我们换个角度，用电脑的程式编码角度来看，我们先相信我们内在是本质具足的。这个过程当中再来做不同法门的修行，对，我相信它会事半功倍的。对，最怕是我们的电脑这个程式里面没有这个程式编码，所以在怎么修的时候容易走偏，剑走偏锋。所以84000个法门当中，我们那么先有一个中心思想，对，这或许也是我们在对话一个背后很大的价值，就是先相信我们的内在的本性具足，我们的内在的神性是具足的，我们跟佛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前念迷是凡夫，后念悟就是佛了嘛。对，所以基于这前提之下，如果能够做更好的程式编码，然后成为自己生命的师父，同时也会遇到不一样的名师的。对，我是这样理解的。我非常认同啊，就是关于这个相信，实际这个相信等于是给出一个核心指令，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相当于一个高精密的活性生物电脑。 是电脑里面跑的软件重要，是但软件是由指令构成的，就像你说的那个编码，是啊，这个指令的输入决定了这个电脑就会按照指令去运作，啊，那我认为就说啊，我自己的体会哈，是啊，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指令，是吧？那我是借用了我自己啊，或者我们这个现代科学技术里边啊，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思维逻辑，来演就推演或者是表达了这个本自具足的这个指令，是啊，怎么表达的？就像说，当我们知道一切都是能量波的时候，哇啊，任何一个质点啊，每一个能量波都会通过它，所以它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是，就你想一个质点都具足一切智慧，那更不何况每一个生命了。所以每一个生命它本身就是具足圆满，这是它用我们大家认同的科学认知来证明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指令啊，我们在生命中可以去验证，但是我们真正在生命中当下验证本自具足，这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先要从法理上认同这个指令啊，是的，我从法理上认同了这个指令，然后我就相信这个指令啊。那这我的相信的依据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类的公知系统来都支持这个指令的存在，是吧？它是有一个常识性的公知系统来让我相信了，是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从过去30年，我不断的在生命中才印证，去让我不断的相信本自具足。但是这个前提是在法理上通了，是，哎，是，就像我会跟很多人分享一样，就是先有宗教还是先有科学？当然是先有宗教。然而是先有宗教还是先有宇宙？答案是先有宇宙。嗯，所以我认为任何宗教都是研究宇宙真理而来的。对对对。那以西方的基督教讲的是核心的教义是信望爱。对。咱们东方的佛法是信愿行。是。其实第一个就是信。对。包括新时代的灵修，像赛斯他们讲的信念创造实相。对。都是强调那个相信的程度。对对 对, 对。所以信先从人言开始。对。从假话开始。所以当我们能够反过来做程式编码，相信我们内在的神性是具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二七世纪即将会有更好的竞争力，是更重要的是能够比任何问题都更大。
否则容易被压力给压垮。是的，因为很多的生病都是先从心理的压力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嗯嗯，是。那我们接下来谈谈。好 ，OK。我想一开始呢，谈到三个维度之后呢，还有一个六祖坛经的六大见地，因为刚才讲见地很重要。对，就像基督教有个很重要的见地是，上帝就一位。嗯，然后佛法的见地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对，那阿拉的见地是我是绝对的，那个概念。对，因为我从基督教开始，我是第三代基督徒。嗯，然后一出生被抛去受洗了，然后后来因为家道中落，自己出过车祸，后来跑去研究易经。然后之前还跑到巴厘岛去学伊斯兰，嗯，然后的苏菲教派的一个神秘教派，嗯，然后之后又接触到灵气，包括萨满，包括在台湾地区很重视的儒家学说，包括道家，我有道家的师父跟佛家的师父，所以包括一些特异功能，多维度去了解之后，我相信每一个派别好了，嗯 ，OK， 或者是少林派。或者是武当派，它有一个见地。那我认为六祖坛经有很重要的六个见地。嗯，这六个见地啊，首先它强调的核心的字都是真，真假的真。对。然后第一个是悟真见。啊、哦。我们要了解，所有的一切的核心的真见，就是所说的菩提之性。对对对。就是我们跟佛没有任何分别。对。然后要修真觉。对。修真觉是不是所谓的？在整个戒定慧过程当中，或者是所谓的法身、报身跟化身，其实在很多的佛法的观点，嗯，他们可能是有一个对立面的概念。对，就在六祖坛经讲有36对，它中了它有一个太极的概念，但是最后这些都需要放掉，我们修真正的真觉。嗯，这个觉不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在修行当中有个误区啊，嗯，懂得越多的时候，反倒他懂得越多，反倒是障碍他了。对，有点像圆觉经讲的所见障、所知障。所以六祖坛经强调的是修真觉，对，这一切都是假立其名。嗯，我们要真正的是向内观，回到你的自性的宝座。对 ，OK， 这个是修真觉，再来是见真心。对，心分两个，嗯，一个就是妄心，嗯，一个是真心。嗯，我们要学会见真心，嗯，见到你本来面目。嗯，我记得我在带一群学生到了这个法鼓山，嗯，法鼓山它上面写的其实有很多的。寺庙他一开始写大雄宝殿，但他大雄宝殿只写4个字本来面目，因为他是禅宗的一个精神的传承。嗯，本来面目，所以见到自己内在的真心本来面目，我认为是六祖坛经很重要的主轴。再者他里面有提到在家修行也是可以的。嗯，真正的修行分3种，出家、出世、入世。嗯，那出家、出世、入世，我们大部分是入世修行。对，在入世修行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每一个时刻都是安在的。我认为真正的入世修行，我们在接下来会不断谈到，修行不是在打坐的时候有效，不是在遇到一些上师的时候有效，遇到对的同行的修行伙伴有效，而是在任何时刻、任何的地点，他能够安住在自己的内在，或者是说换个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自己的灵性光辉。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这是我认为他的第四个见地，在真我。啊，第五个叫见地，在真我，在真我，在真我。啊，再来就是合真道。合真道，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修行，它是直指的核心的那个一。嗯，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但是不要偏离那个主轴。嗯，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行站坐卧，都是修行。嗯，我有一个80几岁的太极的师父。然后他说你在打太极的时候不是才叫太极，嗯，太极是你在行站坐卧都离不开那口气。嗯，而更重要的是整个生活的形态就是太极。嗯，所以合真道非常重要。嗯，最后我们如何涅槃归真如。嗯，这是如来藏。嗯，所以悟真见，修真觉，见真心，再真我，合真道，归真如，这是我对六祖坛经的六个见地。哦，太棒了。那个我们先把这个，因为这里面这六个真啊，那我们先用一个描述来描述这个真。好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智检心法里有一句话叫一切呈现投影重。好，也就是一维是二维的投影，是二维是三维的投影，三维是四维的投影，是 n 减一维是 n 维的投影。 是当 n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是一切的投影源。哇，是，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投影源只有一个，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啊，那个叫一真法界，那个叫不二，是那个叫真理，是唯一的。是，所以把这个一描述，那我们就知道了，悟真见是站到 n 维 n 趋于无穷大
啊，所见那是照见五蕴皆空，是那是真见，是啊，从 N 维往下，就是这是又是我们讲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 是也是与神同在的那个生命境界，是是是、啊。那么修真觉，这里面呢，我经常会遇到，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中修行的人啊，会修出一个中间层次的觉受图像和功能，嗯啊，其实任何的觉受图像和功能都是过程，而禅宗是让我们回归到本源。那个时候是超越一切觉受，超越一切的图像，超越一切功能的，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觉，啊，那才是真觉。那第二呢，见真心，那很正啊。我们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心啊，一定是在 N 维 N 趋于无穷大，才是那个真心，那叫一真嘛。到那儿才能称之为真，是。只要在那之下，全是假，是啊。那最后呢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在真我啊，那就是说它临临在在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真我恩为在这个空间的临在哦。那实际心经一上来就说观自在，实际什么叫内观自性的临在，嗯啊，那个内观是往内才是高维，往外全是三维的事物啊，因为三维是高维的投影源，是啊，投影。那我们在三维空间根本找不到投影源啊，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一切都是像，是，所以投影源只在内在，所以它叫内观自性，自性就是那个真我，是自性真我的临在。为什么是临在啊？是临在就是当下的存在啊。那么为什么叫当下存在？因为刚才一会儿过去未来都是三维认知，是啊，在这个认知里面连四维都去不了，更别说那个 N 维的真我了。是，所以内观自性的临在就是您说的是在真我，是啊，所以他是念念在在在那个真我的状态，在临在的状态，在当下的状态，是是啊。那么和真道啊，其实这个真道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啊，但是在我们描述的道里边，用人语言描述出来道啊，它很多东西是有它的相啊，即使没有相，它文字也成一个相，所以真正的那个道它是无相的啊，所以说言语断道啊，所以实际那个真正道是在那个无相的涅槃境界，在那个涅槃极境的状态，它是那个真道的状态，也就只有恩维才是在那个状态啊。最后呢归真如啊，那是真如本性啊，回归跟那个一真法界啊，是全然一体。所以我觉得您把这个六个见地啊总结得非常的清晰哈、啊、谢太棒了，听您的整个剖析之后有更深的一个理解了、嗯、从一个更高的科学的维度。而且我非常相信，就像基督教的讲的安息，嗯，跟佛法讲的空，跟道家讲的无、嗯、跟伊斯兰讲的清真、嗯、它其实讲的背后都是一种空性的境界，是的，就是那种真如的境界，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殊途同归万流归宗啊，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多元化能够看到那个一的很重要的重点。 对是是是。